我！哎呀，这个太高了！哎呀，哎不是，哎你慢点走，哎慢点走，哎等我，我这还受伤呢，哎慢点。呢？啊，这是哪儿啊？直着走。哎，不是，等等。送佛送到西，你就给我送出去呗。你看，这太高了，多危险呢，是吧？关你一辈子啊！你可以管我一辈子。哎，我还没给你钱呢，你给我送出去呗。哎，什么？差不多。多的当赏钱了。哎。这哪像出口啊！醒了，别着急啊，婆婆陪你慢慢玩。我这里啊，专治你这种忤逆的丫头。准备一下。是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，别，我要隐蔽我自己。好，你脚怎么了？别动，就全完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你这是从哪儿过来的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不是在跟小一一起查案吗？然后完了来了一傻大个，我走哪他追哪，然后把我掉一洞里，然后啪我来一顿打，然后那小姑娘就给我带到这儿来了，去到这儿了。哎，不是，是，哎，你们有吃的吗？好几天没吃了。你说呢？有人闯进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……丫头，我让你开心开心。哎，等等，哎，你说咱们裘家家大业大的，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呀？就凭这个！快点！
快回来！